终于恢复记忆了，你知道了？你也知道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昨日我见你之后，就想去找中兄问个明白，不料却被王府的院尉拦下。王妃有令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我找你们王爷。王妃有令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 不然啊，这药就不够有效，得加量。别，我怕这药加多了，人会不会变得痴傻？他是呆是痴是傻，只要爱您不就好了。我回到铺子，因为赶难言加急的意料，所以一直赶工到深夜，结果吓死我了，小钟钟，这深更半夜的闯进我的门。 究竟有什么企图啊？我是来取华服的，赶快拿给我。哦，我记得上次小景误穿了你母妃的华服之后，已经很久很久没见过她穿这么隆重的衣裳了。莫不是这次你又把小景惹生气了，想做件新衣裳来补偿她吧？这次不是给她的。 是给玉儿的华服，哼，早已失忆不记的小景的忠王爷，又怎会记得曾经给他做过衣裳呢？钟无媚啊，钟无媚，多年挚友，你假装失忆，连我都瞒着，本公子可生气了。那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恢复记忆的？他坦白对我说，是你们最后一次喝酒的时候，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瞒着你。 哎呀，其实他是……不行，我不能告诉江轩宇真相，不能把他卷进来。他是想看看我会不会生气，看看我会不会真的被他气走。哦，是吗？嗯。那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啊，这就是我来找你的目的。 王妃有令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这位小兄弟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我有一事不明，为什么王府门口有这么多蚊子呀？你看，我这才来了不到两次，身上已经被叮了很多包了，可否帮我赶上一赶？有吗？等下，这不全是吗？你这，哎，我这，兄台，你动动啊！难道你不痒痒吗？啊！我这，好定力，好好。 兄台，你不相信有蚊子是不是？我现在就以毒攻毒。江公子，你做什么？公，快拦着他！毒是，以毒攻毒。江公子，江公子，江公子，激动的，这个真的会疼。别动我！江公子，我要以毒攻毒。